U 型的毒蛇哦，看到蛇，咱真惊哦吼。啊，搁再呢，无形的野车啊，这种野车呢是出物无形啊，无处不在啊。这个野车是无常啊，什么时阵？现前拢无人知哦，无处不在呢。所以咱的身体就是地水火风，是毋是一健康啊？逐天理所当然都是拢健康的，实在是无法度啦。咱的世代一代不掉啦，那身体都有病痛。或者是呢，无听到无常，什么款的无常，在这个世代就完全散去了吼。所以啊，甚至世代啊，譬如四种毒蛇，参加野车啦，啊，这四种毒蛇呢，都只讲过去，都是地水火风。那也阁有啊，这种的地水火风，在咱的身躯，还是不是呢？拢总会当四大调和呢？除了讲咱的肉身呐、啊，这个身躯吼、哦，四大调和，咱的心呢，是不是会当真平静呢？这拢总啊，得靠集。灭道，哎，予咱真了解，咱才有法度呢，利用四大啦，好好来修行吼。Two!
是啊，鸡蛋，呀，鸡蛋。这附近不是农田，就是顿沟啊。地面湿气，确实是真歹逃走。咱老李啦，我实在吼，啊，真好诶，听你话哦。啊，你讲这是啥物话啊？咱也毋是头一摆做贼啊。咱这边偷听是官方的募金呢，这家哦偷听民间的财物是最无共的啦。若是去用抓到，是会抬头。你无听人咧讲啊？人无怀才，不，地无野草，未肥啊。而且哦，咱头拢已经洗落去啊，即马后悔。搞什么路用？这卖个啰嗦啊啦！趁即马无人，咱紧走。嘿嘿嘿嘿嘿，乱缠子运路，趁命无，我为着生活，为着生活啊走呀！收起，那无去发现，就去了了啊啦。落卡，我有办法哦。不如啊，咱将啊这黄金用土安尼个裹裹的，就看袂出来是黄金啊。有道理哦，还是你较巧啦。你的意思我知影。落卡，来，不如啊，咱就将这黄金安尼个。出来！用这土啊，安尼个高高的，哎，藏在这个无同款的所在，当然是官兵走，咱就去转来搬。你想怎样呢？好哦，而且吼，会当从这个箱啊，啊，等你放进去，咱就固步一敌，对咱心不敌，鬼不觉哦。哎呀！我普拉吼有你这款鬼头鬼脑的朋友，我一世人要散嘛真困难嘞。那是当然的啊！走！想咱是不是应该做一下计划呀？我想免哦，你甲看卖啊，这两边拢总有三丛树啊，来等等的，较无好啦。哦，三丛树啊，对不？对起来点，拄好是咱藏黄金的所在啊。尤其我的记忆哦，佫特别好，应该。无问题啦，好啦，咱从这个箱啊，等落去溪中啦，就永远无错错啊，这就叫做西湖对镜。来，我，哎呀，喂，罗卡，这箱啊无得黄金，变作轻的哦，对啊，莫阁讲话啊啦，咱脚底抹油。一算算算算算
将军，阮来回搜查搜索，拢找无匪徒的行踪。可恶的盗贼！这批黄金是国库要来用来建设的经费，突然失落迄箱黄金以外，尚有29箱的黄金。各位，你一定要严格收购。遵命。这次我负责领队护送的黄金，黄金如此失落，一切拢是我的错。是路最恶中，将军，这不是你的不对啊！我难以交代，怎立功？将军，不如你去罢了，不如我就立。将军一向忠心耿耿，此番虽然执行王命不力，致使失落黄金一箱，也请国王为国疼惜人才，遂以戴罪立功，对诈多悔呀。毕竟是非的来历，本王心中也是一字冤呐。毕竟担心这人中，本王有心重量，杀去将官，我就在你带罪。这现象，这多差气，太冲动。毕竟靠下国王王后，将军，这贼盗是不是小弟当地之人，也因才能盗出官兵的队报嘛？一认为不可将此事招来风声，为何呢？讲王后，
是出动兵马，就伏守扎起啊！关羽后红尘高顶上，强行夺山，会将金运到他处。波浪动江，也无丢用。咱国库的金银一向拢官方印记。家父相将立祖峰，确实一路在民间是难以流通啊。嗯，好办法，那就以将军之计，我将遵命。这世上最清凉，伊最清净，是啥物呢？世尊，这世上最清净，伊最清凉的，是水吗？阿兰，清凉是让人感到内心的轻松，那清净是爱人心平亦不受误会，譬如这水啊，水灵气这一世我的法度着，是希望众生不要再心受迷惘，贪婪离不得种种因果的轮回啊。待我还记一代不值得一世代价，
这人的心嘛，要祝你缘清净，也祝你缘得清凉啊！感恩世尊开示。世尊，那这世上最有悔的是什么呢？啊啦，这世上最有悔是人的心。世尊，所以本心无欲，就是清净受用，就是任由贪欲的地霸，就会对你无明的亲烟。你呀，你有水无见，何止本心啊？人在世间。鸟在山中哇，心意无难消，佛教有归宿，我闻皆空，一切不离六道轮回，我家奉天啊，阿难啊，世尊，这世上。最苦就是人的心。